这张照片2010年就有了，那时候我跟王全胜还不认识，穿越时空啊。韵如，他们是男女朋友吗？他过世的那一年，应该是1999年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另外一个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女生，跟另外一个跟王全胜长得一模一样的男生，在另外一个时空互相认识。